我只是想打口井。当当当当当当，晴空万里，葡萄肯定大丰收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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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葡萄强哥来了。葡萄的叶子怎么都枯萎了？这天气难道旱季快到了？旱季都枯萎了。如果旱季到了一直不下雨，湖水都干了，只剩这点水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光头强，头强，给俺点水喝吧。熊大熊二，给点水啊！这给俺点水吧，快点！光头强，不行，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可是要怎么办呢？听完这首欢快的《熊出没》主题曲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，那就是怎样在干旱的地区找到地下水。找到地下水。首先呢，要带好工具，最好有一个锄头。万事俱备。什么两山夹一沟，沟沿有水流，这里一座山都没有。如果有一块地方的蚂蚁特别多，那下面也会有地下水哦。蚂蚁这种生物啊，对水特别敏感，它们会寻找有水源的地方。蚂蚁，这个容易。蚂蚁，在这里。呸呸，有。如果一直挖下去，土壤会变得越来越潮湿，蚂蚁也会越来越多。这一点也不潮湿啊，难道还不够深？继续继续。这是什么？谁把蜂蜜埋在这儿的？难怪那么多蚂蚁。走开，浪费我的时间。熊大肯定是骗俺的，蜂蜜埋在地下，蚂蚁咋可能吃得到嘛？嘿，这俺的蜂蜜，是谁偷了俺的蜂蜜呀？是谁？呀，这个脚印，光头强，好啊，竟敢偷俺的蜂蜜！快，怎么挖出一堆萝卜呀？哎，一大大，二大大，三大大，四。到底是谁呀？光头强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喂，光头强，你怎么能乱挖坑呢？树都快被你挖倒了。真烦！光头强，快点停下来！停下来呀！快点停下！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熊大去！我储备的萝卜都被光头强挖走了，还有我的地下室也被光头强破坏了。我每天都在那棵树上做早操的。结果，哼，还有俺的蜂蜜。熊大，你快想想办法呀。那咱们得好好跟光头强说道说道。说了根本没用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根本就不理我。熊大，光头强不会是生病病糊涂了吧？这奇怪了，光头强咋突然间这样了呢？俺有个主意。来来来，烧点饭烧烧。熊二，
你说光头强真的会被咱们挖的坑吸引吗？所以说嘛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光头强到底有没有生病。哦，光头强过来了。要湿润还要有蚂蚁，往哪儿找这样的地方呢？哎，一个大坑，下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出水呢。嘿，哎呦，怎么这么滑呢？啊，湿润的泥土，蚂蚁，肯定是这里。哎，锄头，我的锄头呢？我这骑驴找驴啊。光头强确实是病了呀。真可怜。这种病要怎么治啊？咋治？让俺想想哈。想出来没有？用啥办法呢？呀，那儿咋有个凉棚呀？好像是个葡萄架。葡萄？哎呀，那俺们边吃边想办法吧。不许吃人家的葡萄。真的有水，这下子不用担心干旱了。嘿，熊二，你口水流地上了。熊大，俺们就吃点葡萄吧，俺真的是又热又渴。这，你们俩也，好吧，咱们就吃几串，回头啊，咱们拿点水果、蜂蜜啥的补偿给人家。不过不许吃太多啊！耶，吃葡萄！嘿，这个不错。蹦蹦的办法不好，应该往光头强脑门上放块冰降降温，肯定马上好了。可这大热天的，去哪儿弄冰块啊？要不然把它弄到镇子上的医院里试试。那可不行，咱们还没走过去呢，就被人发现抓起来了。马上就有地下水了，加油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的，你们到底想没想到点子嘛？这个，你们看，好大一个喷泉呢！在哪儿呀？哟呼！好多好多水呀，是光头强，他玩的挺开心的呀。这点子他是咋想到的呀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等等啊！这个坑是谁挖的？你们真不讲义气！那个，其实是……熊二，你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，熊二你！熊二，多亏了熊二呀，我们找到了地下水，这下就不怕旱季了。旱季？是啊，旱季马上要到了，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地下水，结果熊二挖的这个坑。一下子就挖到了地下水，熊二，你这次真的立了大功了。原来你之前是在找地下水，俺们还以为你病了。大功了！为了庆祝，我决定请大家吃我种的葡萄。葡萄才刚熟，我都没舍得吃呢。吃葡萄？吃葡萄去喽！一说到吃的，熊二跑得最快了。你看，熊二怎么知道我种的葡萄在那边？糟糕，原来是光头强的葡萄。我们还是快跑吧。你们吃了我种的葡萄。看在是熊二最先发现井水位置的份上，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来来来，吃吧吃吧。好美味啊。光头强，俺们摘了一些水果还你，咱们一块吃吧啊。没问题，但你们明年得一起帮我种葡萄。好啊。
为啥是俺来打水呀？俺也要吃冰葡萄。浪木根雕。跳欢乐去方特，方特乐园欢迎您。给。九点新闻为您播报。啊，都九点了。早上好，现在为您播报的简讯。在昨日举办的国际艺术双年展里，我国艺术家获得优秀奖。雷波，我干活去了。下面我们来采访一下著名的浪木根雕艺术家丁丁大师。丁丁大师，听说您最近有新作品问世，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对的，他花费了我3年的功夫。我给大家展示展示吧。到底丁丁大师历时数年呕心沥血雕琢的浪木作品是怎样的呢？谜底即将揭晓。看好了，当当当当，这是我耗时3年呕心沥血雕琢的浪木作品，昨天刚被一位老板以高价买下。不会吧，一个木雕这么值钱？肥波，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浪木它是经过了江水湖水的浸泡，并由自然外力的雕琢而遗留的产物，有植物化石之称，因极其罕见，价值可比黄金。它们千姿百态，天然成趣。我砍了这么多年的树，还不如人家在湖边捡的烂木头值钱，你说是吧，肥波？你，喂，谁呀？都几点了，怎么还在屋子里呀？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李老板，我正要出门呢。我告诉你，要是这个月还不成产量，连同你上2个月的工资，就用来弥补我的损失吧。李老板，你听我解释。这可不错，要是这些树根也那么值钱，该多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看看去。水怎么这么浅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不会吧，这是历经岁月冲刷出来的纹路，还有这独特的质感。这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浪木。郭头强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发了发了，这么大一块浪木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。哎，李老板，在度假，你自己去砍木头吧。喂，是木材市场吗？我这有块很大的浪木，要雕刻成艺术品。艺术品？艺术品是啥？好吃的吗？只要把浪木雕刻成艺术品，就能升值百倍。好的，强哥，我明白了。哎，熊大，你说这浪木有啥特别的呀？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，制作浪木根雕首先要把多余的部分去掉。瞧好了。什么？有。还真有一手吧，果然厉害。俺俩能帮上啥忙不？然后再修整一下枯枝。好了，接下来把浪木放进沸水中蒸煮，一方面是彻底去除杂质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消灭附着在浪木里面的虫卵，有利于木质长期的保存。原来是这样，啥气氛这么假？哎呀，熊二，这不能吃啊！哎，这放到锅里煮，不就是为了吃吗？
等烂木阴干之后，再用喷火将烂木表面烧燎一遍，进行碳化处理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我们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远离火源，将没腐烂彻底的软质木材烧掉，并在烧燎的过程中使木质表面着色，增强它的美感。好了，完成了，把灰擦掉后，接下来就是抛光上油了。加油，胜利就在眼前了。咋了？小蛋儿，快看快看。怎么了？站住！好好干活，给我站住！真耀眼呐，油亮油亮的。好啊，看招，光头射线，好亮呀！好了，搞定。哎呀，涂了光油，这浪木瞬间漂亮多了。哎，对了，光头强，接下来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！看。这本是世界艺术大全，里面收录了许多大师的雕塑品。嗯，瞧瞧，冉瞅瞅，熊二，冉瞅瞅啊，呢？这啥嘛？这些神仙咋都光不溜秋的，也不穿件衣服？你不懂，这叫艺术。谁说俺不懂了？俺这也是艺术。好了好了，赶紧干活吧。制作雕塑首先要一名模特，模特让俺来当啊，俺个高，肌肉发达，俺长得帅，虎背又熊腰。行了，公平起见，你们两个猜拳决定吧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耶，俺赢了，猪的当模特。咋样，摆个啥动作呢？熊大姿态挺拔，充满阳刚美，抬胳膊，提臀，收腹。完美，好，开工。强哥，俺也想做雕塑。不行，碍手碍脚的。让来吧。哎呦，好痛啊！行了行了，你来雕。好嘞。哎呦，俺是雕塑家。哎呀，还没好吧？哎。还挺不错的嘛，这里再高一点，这里再多削一点，哎，完成啦！好了是吧？哎，让你瞧瞧，哎，不错，婀娜多姿，虎背熊腰，这个 S 型充满出水芙蓉般的体态美，这哪叫美啊？不行不行，这次俺来雕，这次就雕，这次，哎，这次就雕这个，嗯，不错。你们兄弟俩挺有艺术天赋的嘛！完成，看看看看，这咋没手呀？这叫缺陷美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没手可不好。这叫艺术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懂不懂。不懂是吗？那就别做评论。哎，不要嘛！够了，你们俩别吵了，头都大了。哟，帅呆了，太有范儿了，酷毙了。没错，帅到不行了。哎呀，真是帅到不行呀，简直就是一件天生的艺术品呐。完成了，我看看，卫生纸，马桶。没错，作品就叫马桶上的沉思者。帽子还能摘下来呢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们俩听着，都给我当模特去，还得我强哥亲自动手才行。这样可以不？好，不行，再来，不行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不行，再来，终于完成了，手都酸了。哎呀，瞧瞧瞧瞧，哎，雕塑呢？在这儿呢。哎。这啥都没看见呢，在哪儿呀？喏，看清楚了，在这儿。哎，天哪，太棒了。几天后，熊二小心点。熊大熊二，熊大熊二，我们的浪木根雕得奖了。哎，还真的得奖了，多亏了你们俩做我的模特，
来，今晚到我家庆祝吧。好嘞，绿光头强强装光头强装修。好冷啊！这么冷，怎么让人睡觉啊？不行啊，这风也刮得太厉害了吧。这下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来了吧。好冷啊，还是睡觉去吧。喂，谁呀？光头强，木头的。李老板，是，我这就去砍树。哦，对了，李老板，您可不可以先预支点工资，给我买几件厚的衣服呀？怎么挂了呀？哼！啊，我的房子怎么破成这样？家都没法住了，还砍什么树啊？看来我得装修一下了。这些木板应该够了吧？趁大狗熊没发现，赶紧拿木板走人。接下来就是去仓库拿些油漆，把我的家装修得漂漂亮亮的。这个光头强又偷偷地砍了这么多树，不行，咱们一定得好好惩罚他。走。太过分了，光头强居然为了装修自己的家砍了这么多的树。熊二，光头强破坏森林，咱们必须要惩罚他。大功告成，我光头强真是太有才了，墙都可以刷得这么有艺术气息。耶，蟑螂，别碰我的墙，走开。站住，看我怎么惩罚你。快给我站住。走。这个蟑螂害我又得重新刷墙了。怎么回事？熊掌印，大狗熊来我家了。我的油漆呢？大狗熊，熊大，这些油漆咱们用来干啥好呀？
熊二，咱们不如用这些油漆刷一下熊洞咋样？好。你看，熊大，这桶咋漏了？漏了？来，漏了，灌在这儿。好特别的味道呀！熊二，有毒，不能吃。俺当然知道了，俺有那么笨吗？哼！哎呀，咱俩没刷子，咋刷熊洞啊？要啥刷子嘛？看俺的啊！嘿，好啦！熊二，你把墙壁都弄花了。哎、不就是玩吗？熊二！看，让你贪玩。看呀你！还真是这儿。好机会！我的油漆居然被他们弄成这样。你们拿走我的油漆，我就拿走你们的蜂蜜。放下。真好吃。谁？光头强！蜂蜜，救我呀！慢的蜂蜜！光头强，你不准拿俺的蜂蜜呀、熊二，等一下，光头强好像拿错了。拿错了？他拿走的是装油漆的蜜罐。太生气了，拿了罐蜂蜜，搭上了一条裤子。好冷啊！呸！这什么味道啊？这不是油漆吗？这好呛啊！我要喝水。大狗熊，我又没做坏事，为什么要来整我？俺们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分了呀？嗨，咱们又不是故意的。哼，况且他为了装修砍了那么多的树，应该受点惩罚。那倒也是哈，不过咱们也不应该嘲笑他呀。熊二，要不咱们帮帮他咋样？咋帮呀？大狗熊，你们别过来呀，别过来，这个还给你们，是你们先拿了我的油漆，我才拿走你们的蜂蜜的。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拿你们的蜂蜜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大狗熊在帮我刷房子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森
森林自有真情在，虽是寒冬暖心甜呐。啊，这，好冷啊！